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早上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是不是你觉得有些事儿我没告诉你，是在欺骗你？对，你是在欺骗我。从小到大，不管我做什么，你都会嫌弃我，因为我是女孩，我继承不了冯氏集团。可是现在我知道了真正的原因，你在娶妈妈之前，已经有了一个儿子。谁告诉你的？你别管是谁告诉我的，事实就是你欺骗了我，也欺骗了我过世的妈妈。你在商场上可以不择手段，可是为什么回到家里还要继续撒谎？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？啊！我从小就告诉你，你有一个哥哥，让你不顾一切去找他。生活就是生活，我是个实用主义者，我只关心现在和未来，过去与我无关。那你怎么有脸向妈妈交代？我从来就没欺骗过你的母亲，她也知道这件事，她很清楚，我跟她的结合不过是家族的联姻而已。你用不着为这事大惊小怪的，你是在我们这样家庭环境长大的，你很清楚，这样的事情不过就像高尔夫、像马球一样，司空见惯。我以为我会例外，我唯一对不起的是那个男孩的母亲，我当年抛弃了他，一个字儿也没说，去了香港。继承家业，可是没想到我的家族面临危机，所以我只好跟你妈妈结了婚。她是另外一个家族的长女，为了挽救我的家族，我才这么做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妈妈一直在说谎，从小到大，她一直在骗我，你们俩的生活，也不像她描述的那样。是啊，没错，现实的生活就是这样。你不是想了解生活吗？那我把真相告诉你。其实你不用对你的母亲恋念于心，她根本就不是你的亲生母亲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也不是你的亲生父亲，甚至你的亲生父母是谁，我都不知道。是，没错。电视剧里的情节在我们家里上演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娶了你母亲，她没有生育，我们只好去领养了一个女婴，而这个女婴就是你。我是被领养的。事实就是这样。本来我不想告诉你，但是你既然知道了事情的前一半，那我就告诉你一个完整的版本比较好。爸，你喝醉了，你在说醉话。我喝醉了吗？啊？你也尝一口，你尝尝。这不是酒。对。我有肝病，我当然不能喝这样的酒。而且你早上看的那个果酱，那也是药。够了！这个家充满了谎言，这屋子里的一切都是假。
玄是我的儿子。别再装了。你的表情，你的感情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。你只有一样东西是真的，就是你的钱。住嘴！你听谁说许愿是我的儿子？你不是早就知道这一切了吗？你别再跟我演戏了！你给我滚！我没有你这个女儿，你给我滚！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说了，我现在就滚。站住！你不是什么都不想要吗？你不是什么都给我摘干净吗？你给我摘呀！啊！你给我摘呀！好，这些都还给你。我把所有的一切都还给你。你给我不许开车，车也是我给你买的。什么呀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只是想坐在上面一个人静一静。你坐哪儿不好，为什么非要坐在这儿啊？我喜欢行了吧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我怕你从这儿掉下去，这儿很危险，这下面是一条河。你一个人在外面穿这也太少了，我托给你。哎，不用了，我的车就在前边。谢谢。